草屯镇的艺术社区和东德高中时尚造型科的师生合作，开始展开每个月的义诊服务，将因所学到的技艺来回馈地方，做过关心地方的老大人。而且经过学生的巧思修正了后，这阿公阿嬷看到家己的新造型，拢感觉真满意，未输是变了更加少年有活力哦。由东德高中学生囡仔所组成的义诊服务团队，开始伫艺术社区来服务，依照着时代的民情，也搁有他们的特色来做修正。对下好手艺，华工阿嬷是拢真学咯。我以前唔知我舅妈诶，爱着搁发出来我哦，伊只电拢安尼，用用用愈用愈歹看，我小查某诶，我就是应该安尼啊，有舅妈嘛，啊家家就好啊。哎，卖烟头、牛蹄、牛蹄哦，看到这啊，这囡仔吼，拢袂歹，拢有就功夫啦吼。哦，你家家水就好啊。哦，结果伊家讲少年十倍。好，过去长期在草屯两营服务，不过因为这边疫情关系来暂停，后来个技术社区做着接手，因为有通好场所，社区各家落实来进行着防疫工作，所以讲你来展开着义诊的活动。我们这场做爱心，反正技术我们已经学会了，我们就是可以就是帮忙这样子，对，帮忙老人家他们剪头发，因为毕竟他们没有家长，他们没有儿女的陪伴也很孤单。看到